请收看慧律法师博学讲座。再教导你一个更重要的啊，就是当你在念佛的时候，信愿行通通记住，每一个念阿弥陀佛，你就要这样念。发愿我二六时中一心只想往生净土，其他什么都不去想，念佛再加上这个内在里面深处的念力，阿弥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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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可是你内心里面再加上一股强大的力量，我就是要往生，很清楚的啊，佛号加上要往生的力道啊，不必再另外特别的发愿，你的佛号里面就有强大的往生的愿力，我就是要往生，没有路可以走，哎，那这样力道就非常的大啊。一般人就是阿弥陀阿弥陀阿弥陀佛，念佛里面没有愿力，可是念念要生彼国，就是念佛当中加上啊一股强大的愿力，就是要往生净土。那么很多人呢 啊都能够往生，所以我们是说，我们文殊讲堂啊，搬来了一个很喜欢佛法的，我们上课他也常常进来，这对夫妻值得赞叹。他妈妈就是以前呢 啊听说我走到哪里啊，他也是个慧力迷，我走到哪里台湾不管到哪一个他都已经去听去听。他妈妈怎么往生的呢？他妈妈是站着往生的，站着用卡不吐不吐门卡站着往生的啊、哦、所以这对夫妻的对师父上人的是非常非常十足的信心，持住的信心呢、啊，我不敢要求说你用开啦，万一那倒向下要安怎？唔敢要求这这严重了哈。那那坐嘞哈，我们如果能够把它坐下来，坐在沙发上或怎么样子，好好的安详走啊，也已经算不错了，不错了哈。所以说呀啊，以我爸爸跟妈妈就最清楚的啊，也像我爸爸哦。那个一天的那个往生咒，我跟你讲，爸爸，你要念，当然念往生咒啊，很好，但是你还加上佛号，那叫念佛，念佛。因为老人家年岁大了，对不对啊？爸爸因为搞了很多的不晓得不可说的业，善业还是什么业啊、哦？然后啊，到年岁大的时候，哎，又回来给我们养啊，所以在我们的四周围的邻居说，哎呀，只有你们邻家这样最孝顺的，对不对？你爸爸年轻的时候怎么样怎么样，哎呀，那老的时候你们兄弟还这么孝顺，还养他，钱啊出嘛，我来出嘛，对不对？有人出钱出力，年岁大了也没办法走路了，是不是？他就是一直念佛念佛。那临命终往生的时候呀，那个亲身的柔软到那个换衣服的就说、是、哦，也没有看过一个像没有骨头一样柔软到极点，他就是非常静静的念这个往生咒超过30万遍，超过30万遍啊！他每次要看电视啊，要批评哪一个法师，我都觉得你千万不要这样子看就好，对不对？看就好，不要这样批评哪一个法师好，哪一个法师不好，每次都赞叹你儿子，你要让你害我去死哦！哎，这样不行，这样不行，不可以的啊，不可以的，我都禁止他。那我的妈妈。哎，人念30000声的佛，每天都是念那啥阿弥陀阿弥陀啊！在他往生前啊，他跟我讲，他看到三尊很亮很亮的。我说妈妈，就千万不能执着这个，这个是很好的，因为可以看穿过穿透那个墙壁，对不对哈？那墙壁间，哎，看到虚空通通是亮的啊！我师父，我看到三尊的很亮很亮的，好像没有这个墙壁存在了啊。在他往生前呢，他听到文殊讲他的人在念佛啊，念佛。我跟他讲啊，千万不要执着这种东西啊，知道就好，再继续用功，再继续用功啊。结果母亲往生以后，那个顶部啊，哎，经过了相当长的时间，头顶还是热热的啊。这我妈妈也没读什么特殊的书，是不是啊？所以也不是说书读很多的人才比较会修行，只要你肯听佛的话啊，或者听祖师大德的话，无论你读书多寡，其实都是其次，重要的就是要诚实的来深信净土，切愿就没有一个不受用，没有一个不受用。爸爸妈妈就是啊，这
最实际的例子啊，最实际的例子。愿迎接善缘，慈悲大无边，宽阔的胸怀，动感天地间。